我够为你讲，来啊，够有啥物话通好讲啊？歹势，我现在一切不是我能控制，我比任何人都无希望，有一款的结果，我根本无想要做你的哥哥。 其实我，唔妙，因最爱甲伊讲生笑，敢毋是？也该说无想要拄着的，煞偏偏拄着啊。咱就当做情人节共款，不管安怎互创治，拢无影受气，因为会当保持这种心情，才是上幸福的。 你们安尼好不好？我还记得几年前有一部动画电影，内底有一段台词我足喜欢，每一个人一世人会拄到差不多2000到800个麻烦，算起来。 两个人实在的几率只有千万分之五，变成互相了解的朋友只有11%。算起来，咱两个人为朋友变作是遐么样的几率？ 应该会当登上新世界纪录啊！这敢不是你背后我的法则？迄天我要离开，我就算分点时阵，你就尽早走啊！然后我就一直早醒固定，我想讲，假使有一天，若是有机会，咱俩见面，我就拢答应你，安姐。 你真的喜欢你，我已经无法度回去遐乱，一个找温柔，这把针对我来讲嘛无意义啊，该淡掉吧。 麻烦你等起的时阵，甲阮爸讲一声，我先等去台湾啊。为你等过会当第一出来，再见面啊，停止停止停止了，爱着爱着不完。爱情让你来送我，就像日月星辰的交换，就让交换啊，淡了散。